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大脸猫猫姐，欢迎大家来到我的油管频道。我们今天看一下为大家带来了什么样新的知识。最有效的十种外贸 B2B 网站海外营销推广方式二 ，KOL 给传统广告公司带来了很大的冲击，这也说明了 KOL 营销的力量。做外贸推广的朋友，应该没有人不知道红人大 V 推广的吧？外贸同行里做得好的也很多，但大家一般都是在 B2C 使用的最多， YouTube 上使用的最为广泛，操作的方式一般都是这样，通过软件、竞争对手、搜索等方式找到 KOL， 邮件联系这些 KOL， 合作档期、价格、推广方式等，确认合作、寄样品、出素材、文案、 idea、 营销方案等，监控结果、出报告、往复。增删 B2B 方式做 KOL 营销做的不多， B2B 一般是服务大宗商品，这样就没法做 review。 除了创造方法， JLC PCB 的 KOL 营销方式非常好，值得借鉴。你还可以借鉴 Sam Rush 营销总监做法，他也是卖他的 B2B 服务的。名人不是您的受众，联系那些愿意留给您时间的人，与职业生涯早期的人建立的联系往往更牢固。一、先找到意见领袖。使用工具 Clear， 我列了几个很好用的 KOL 工具。二、建立关系，寻找那些喜欢您品牌的人，那些说过您是您品牌潜在大使的人，即使这种提及是负面的，一旦发现有提及，请感谢他们，感谢信模板。三、更进一步的关系，您可以使用这样的模板。四、一年之后的成功 KOL 有自己的粉丝群体，搞定它可能就搞定了一批用户，整个流程就是这样，是不是很熟悉？ PR 部分的媒体联系也可以用这样的流程。六、社交媒体营销，这个做外贸的基本上都或多或少接触过几个社交媒体， Facebook、 Twitter、 LinkedIn、 Pinterest、 Quora、 Instagram 等，可能做 B2B 的接触的最多的就是 LinkedIn 和 Facebook。 在第三节的搜索引擎营销推广里讲到了 SEO 主要就是内容为王，外链为皇，到现在依旧不变。社交媒体对 SEO 影响也是非常大的，你的内容在社交媒体分享的越多，说明你的内容就越可靠，进而 Google 会提升你的 SEO 排名。社交媒体营销最大的用途就是品牌提升加销售引流，我已经写了几篇关于社交媒体营销推广的文章，其他的还在写。外贸网站推广之 Reddit 推广引流、暴力活动引流、社交媒体是我认为在网站初见时非常值得做的渠道。付费加活动。七、视频营销推广，做外贸 B2B 什么方式最直观感受到你的产品多好，你的服务多棒，那肯定是视频营销，不管是短视频还是长视频，这个案例我还是要推荐 JLC PCB。 JLC PCB 应该在视频这块花了大力气，收获也不出意外，回报超过支出几十倍几百倍，他们自己没有做视频的人才，这一块全都让 YouTube 大 V 搞定。制作视频加推广，这个视频完美的呈现了 JLC PCB 的规模、实力、生产工艺、流程、交付等，同时吸引110多万次浏览，在 Google 排名靠前。这样的视频推广方式是不是每一个外贸 B2B 厂家梦寐以求的？告诉你，这个视频远没有你想的那么贵。八、行业网站购买广告位，不管是在国内还是在国外，行业网站广告位购买应该是非常常用的一种方式，品牌曝光的好地方，例如电子元器件行业 alabcircuits.com 这些位置都是明码标价的， CPM 特别贵。如果你有钱，这种推广方式迅速让你打响品牌，在你行业内，你的用户群肯定有一个聚集的地方，这个聚集的地方越大，这个广告位 99% 的概率会出售。如果你们 B2B 外贸公司希望先考虑品牌，那这种方式就很合适。很多网站他们的底部都会标明 Advertise， 你可以下载他们的 Media Kit， 如果你能承受得起他们的价格，那就联系他们，当然还可以和他们砍价，让他们给你定制展现、流量套餐等。九、
EDM 电子邮件营销推广。 EDM 营销适合有 subscribe 用户的网站，外国人沟通很喜欢用邮件，所以 EDM 营销很适合在国外做，而且效果非常好，转化率一般，只比自然流量网站差。我们之前在别人网站做过一次 EDM 活动邮件，邮件的 CTR 是 12%， 9% 的转化率，非常不错，给我们增加了很多用户，价格也不贵，但是我这种情况比较少，基本都是给自己的 subscriber 发关于自己的服务活动信息。 EDM 我最常用的是 MailChimp， 好用，价格也不贵，当然你也可以去我的工具箱里找更多的好用的 EDM 工具。10线下展会推广。线下展会推广是外贸网站推广方法，是的，线下展会推广你能收获到不少意向客户，你可以收到很多名片，同时你还可以拉很多很多潜在注册用户。上次在深圳会展中心看了一下深圳国际电子展 Elexpen， 我就注册了两个网站，我是一个电子元件的潜在用户吗？是的，去电子展的人大部分还是电子相关行业的人，尤其是一些展会需要收取费用的。慕尼黑电子展门票是几百元人民币，这样的展会能进去的有闲逛的人吗？展会里都是自己的潜在客户，那用什么方式让他们留下信息？活动，慕尼黑电子展上 Digiki 做了一个超大型的活动，一个注册，一个 Digiki logo 橡皮足球，也是下了本钱的，你可以做一个 giveaway 活动，前提是注册，这样你的网站就会有流量，注册后你就有意向客户的个人信息，这个信息就是相当有价值的了。但是这种展会一年也就几次机会，可以做一些大策划，增加引流。总结经过这么多年的海外推广经验沉淀，这十种推广方式是最有效的海外推广策略，灵活善用，你的网站何愁没流量。